欢迎来到牙尖十八怪，我是小雨。嗯，我是赵默。哎，怎么办？导播，切VCR。哎，我们先切VCR。穿越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前沿课题，近年来多部穿越影视作品的问世，更让该话题持续升温。无数少男少女梦想着穿越到古代，成为玛丽苏、杰克苏，开挂无数，登上人生巅峰。现在就让我们来采访一下穿越的成功人士，说一说他们穿越后是怎样取得成功的。问我搞定皇帝就可以了啊？问我靠什么？一颗善良的心啊。作为穿越玛丽苏的始祖，我要告诉所有梦想穿越的少女，多用脑，多读书，用智慧走路，有胸有脸是没有用的。这是我的新书葵花啊，不穿越宝典，只要99.8，一次穿越5个对策，你值得拥有。欢迎回来。虽说呢，有了这些大神们的经验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穿越问题了。那是我们应该怎么穿越呢？哈，穿越宝典 get。我去，你还真买了？黑天抱有99.8，穿越宝典分分钟带回家。你说这玩意儿要是精通了的话，岂不是你可以？天了，来，我们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。上面说打滚。哎呀，滚过来啊！撞墙。我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怎么还没有穿啊？上面还说可以触电。这上面说还有个方法，用钝器猛敲头部。有个球用。好吧，上面还说有人看到一道白光，然后就穿越了。所以你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在依稀仿佛间似乎听到某人有所求。哇，你这说的是腹语吧？哎，这个明明说的是哑语。不要再吵。哎呀妈，吓我一跳。你这个智商是硬伤啊，朋友。仿佛听到某人有所求，
时空与神我便降临于此。你这个还你还女神呢，你是女神经吧？哎呀，你看你胖的那个样，我看你刚才不是卡那个什么缝里面了吗？那是时空裂缝，闺蜜日夜呢。啊，时空裂缝，时空裂缝。所以你是来帮我们穿越的吗？本神法力无边，有求必应。好啊好啊，穿越啊，正好我有宝典在手，天下我有，搞定十个八个皇帝没有问题。那就让我来实现你们的愿望吧。还愿望吗？哎呀，你偷啥呢？哎，你搁哪摸出来的？拿好时空传送器，上路吧。这他妈明明是手机啊！哇，不至于这么累吧？要下雨了吗？前面是长城，管他的，先躲雨再说。大地在我脚下，国计掌于手中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你不要吃这个了。啊，秦始皇。怎么长得跟小雨一样？小雨这个怂样居然也可以当皇帝？啊，难道我真的穿越了吗？说你妈些啥子鬼？我老子穷，我怎么跟这嘟啦不不不，越过喊越日。他好像听不懂的样子。来人！我给他的，你说。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? 咖啡、tea、哦，可可可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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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怎么这么惨呢？喂。你为什么没有告诉过我语言不通这回事儿？啊！语言自动翻译系统已生成，哪里不会点哪里。So easy， 逼你妹呀！啊！走开！哎呀，跑开！老子把那壳卡死了！哎，这次是百年难得一遇。西门垂花对决。哇，鲁先生，不要急，急什么？急什么？我们这一共就五个人，我都让你们给挤浮空了。哎，让让让让让！哟西，要发大招了，嗯，赶快撤！哎呦，嗯，嘿嘿。那边那边，哎呀，哈哈哈！小点，我来了。
好好。我不想当大侠了，我不当大侠了，大侠太难当了。哎，这日子爽的人是要天咯。这感觉就像欠条狗一样酸爽。哎妈，你不想狗那倒是让人呗。哎，不过我听说啊，最近媚娘和贵妃比较火，能不能给我穿越到有这个唐朝美女的地方？我可以给你最美丽的女子，最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但结局未必完美，你愿意吗？你敢不敢给我们穿个好点的？好点儿。哎呦，你们自己选吧。名 coser， 你全家才是名 coser。成龙，咚，头发乌黑。我的儿子，这个我也会呀。哎，就是他了，我也选好了。哎呀，这桌子上全是灰啊。
停！你们能不能换一支舞啊？老爷，奴婢不会。不会？那你唱首歌给我听吧。啊，算了。宝儿，你说咱们穷的只剩下钱了，该怎么活啊？哎，老爷，我有钱就行了呀，我们可以每天数钱，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。不，宝儿，数钱的数法应该是这样：一块钱，两块钱。哎，老爷，那是钱呐、啊。三块钱。哎、老爷，别扔了。啊。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无可恋。哎，老爷有钱就行了，这钱就慢慢数吧。现在就算是给我一台电视机，让我看100遍穿越雷剧，我也是愿意的。这个玩意儿也应该是这样玩的。啊啦咋咋啦哔哩吧哩吧啦铃噔噔吧铃噔咚。干嘛叹气？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看了一年同一支舞蹈，我整个人都很不好，我觉得好无聊啊。得了吧，你至少还有舞看，我每天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。要不然我们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可以回去，我都忘了这茬。这个地方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嗯？我没电，我怎么电了？嗯？嘿嘿，你逗吧？难道你也？我的手机也没电了。那我们怎么回去？空空救我，我们想回家。我觉得这群神经病啊，是忘记吃药了。你不乖吗？唱没有歌词怎么唱啊？没有歌词吗？哎呀，随便来嘛，随便我。中途还有狗呢，对了，停，stop。唱啥子唱？鬼迷日眼的。